罗顿三分球好球。罗顿他在空位三分球的把握上的确是非常有把握。嗯，你看目前为止这个打到现在为止，目前就打到现在为止，罗顿的几次空位三分基本上全部都投中。没错 ，Westbrook 再掉漂亮。如果不防啊，这 Anthony Davis 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他的这个运动能力，第二他对于这个机会的把控能力，对，而且他能够自己去找出机会，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又出现失误，这边又是美国队来断球 ，Darren Williams 看他的选择，给到这边外线三分球 ，James Harden， 哎，今天大家都准，好像 Harden 反倒觉得不怎么舒服。哎，这个球还投到了这个篮架上，停在了篮架上，这样场边再次叫停。今天这场比赛呢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是在这个。